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沃克汉换算旭哥手游攻略，那就是马赛克英雄。好，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啊，兔年行大运。好，那最新的新春转蛋500抽，旭哥爽爽抽给大家看。那总共呢拿到了这个255只的五星神角，还有这个游戏最多的限时礼包嘛，以及详细的兑换教学。好，那新春呢一定要到新春签到这边领这个初一大宝箱，这个超赞，2023钻加上两个这个可以拿到自选神角的宝箱，还有50个卓越英雄碎片领起来，这个超爽的福利。好，那接下来抽一下福袋好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福袋抽起来。好，那去开一下我们这个新春的这个最新的福袋。哦，拿到288钻，这个可以拿到自选神角的这个光暗，还有三系神话英雄自选神角。哇，来拼一下，期待一下新年的这个手气。哦，结果是转蛋券，哇靠，哭哭。不过没关系，好玩。那接下来来抽一下转蛋喽。哦，来这个十连，再来十连。好，哦，转蛋券那么多张哦，那今天就抽到爽啦。再来，哦，都肥料啊。赏金猎人肥料，哇，兔年的手气。哦，公路，公路还不错，好用的平民神角。哦，女武神啊，各位观众，女武神来啦，新春果然够旺啊。这个 T0 神角的女武神入手喽，女武神非常的神啊！哇，在一般池能抽到女武神算蛮不错的，她很好用啊。好，爱丽丝，爱丽丝也非常好用。好，肥料。好，再来抽一下福袋。这个新春啊，新春大吉。顺便解了任务。好，那来继续转蛋。哦，诅咒之刺啊，好啊。来抽一下。哦，爽啊！新春就是要抽到爽，跟大家分享啊。哇，都肥料啊。好，还有这个必中五星，
这可以抽五次啊。好，五星的米洛斯，五星的爱丽丝，好，拉斐尔，真的香哦，这个香，桑德拉，桑德拉超香。最后一个五星，米诺斯，来抽一下占星。哦，哇，抽了好几十抽啊！这个也来抽一下，有机会中这个五星的暗属性神角。最多组的限时礼包码总整理了，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，点进来之后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有这个兑换码，在画面中间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输入这个 EVE 2023 啊，领取。这个有十张转蛋券，哇，非常棒！还有这个五星角碎片1000个戒石啊，哇，最棒的福利！这个除夕的最新福利一定要领起来。GLS 161啊，领取。SYC 999啊，领取。这个有 GD 99D 啊，领取。这个有金币经验值加转 REDKII 888啊，领取。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然后200个戒指，还有金币 AD2316D10DF， 然后再按领取，这可以拿288钻加两个转蛋券 WACKYBOYS69 按领取，就兑换成功，有转蛋券、戒指还有0104按领取。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200戒指加金币，我们就来输入最新的 MY0104 啊，领取，然后就可以拿到转蛋券，然后戒指还有金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YT0104 啊，领取，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然后戒指还有金币 HERO666 啊，领取。兑换成功200K 的金币，将5个转蛋券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BRIGHT0104 按领取，这个有两个转蛋券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K70104 按领取，这个有两个转蛋券，200个这个戒指还有金币。FKZJ0104 按领取。就有这个很多经验值啊，然后金币，还有500个戒石啊 ，NEWHERO， 那大小写大家注意一下 ，NEWHERO 按领取，就有这个500K 的金币，然后200K 的这个经验。好，那么输入这个 NEWFUN， 那大家注意一下大小写 ，NEWFUN 按这个领取。显示兑换成功，哇，全套的一星装啊，爽！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NEWSTART 一样，注意一下大小写，按领取。哇，300钻加转蛋券加这个，哇，月辉石、月辉占星石啊，这个超爽的福利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PIXELHERO。PIXELHERO 按领取，哇，领到这个转蛋券加上这个哇，100个灵魂结晶啊！好，那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福利，福利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往这个右边滑，滑到最右上角这边有邀请礼包，那这边只要输入这个好友的邀请码呢，就可以拿到这个500钻石。加上这个10个转蛋券呢、啊，然后这个五星神角，这可以免费入手一只五星超赞，还有这个100K， 所以这个一定必领啊！跟着旭哥领解吧。那旭哥就分享旭哥的邀请码给大家。好，那大家就输入这个旭哥的邀请码3691D6AFC0AC， 3691D6AFC0AC。这个邀请码你把它输入进去之后，就可以领到你的这个很棒的奖励，有五星神角，还有很多的钻石啊福利。好，3691D6AFC
0A7。好，那大家记得去领这个最新的福利了。